旅客，我们即将降落柬埔寨的金边国际机场。接下来找落风可爱。千蜜啊，你可以当中都是生化武器。哦，神秘的地方哦，太酷了吧！这地方真正在酷。你讲迄烟火一条一条，敢吃吗？在台湾的故事就在星期二晚间10点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热烈上映。